早安，嘿嘿，哎，太太，麻烦你可以帮一帮忙吗？你看见我今天的有什么不同？哎，哪些女生常常问男生，哎，我今天有什么不同？我就要尝试一下他们的感受，我今天有什么不同？好像很帅。每一天都是好帅。对呀，我知道啊，我我有什常么常不都同？说，你常常每一天都很帅。谢喽，我有什么不同？哎，真的，但是我很幸运哦，我太太几乎没有这样子问我，就是我有什么不同？嘿，感谢。哎，每一次从前的恋爱，就是几十年前的那些，他们就会问我。哎，你觉得我，你发觉我今天有什么不同？怎么会发觉？我们是男生，我们不会留意那么多，对吗？哎，我今天有什么不同？对呀，我这从来都没有问你，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今天漂亮或者是很丑吗？没或者有，是我有没有胖？没有有胖。没有瘦？我都没有问过哎，都是我自己发觉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肥了，我自己就胖，减肥；胖了一点点，我自己就减肥。感谢如果我。我瘦了，我就自己开心，我就告诉你，我瘦了一点点，我就不需要你的认同了，认同，认对，同了。厉害。还有你知不知道啊？大家昨天公司有一个隔壁的客户，都是租这个办公室的其他的客户。他就问我们，觉得我们两个夫妻感情很好，没有噗噗，吵架的什么情况出现。我说对啊，我们19年来都没有吵架过，还有谢谢天哦，还有我们谢天公，就算有一谢谢天公呗，还有我们就算有一点点的不开心，我们就抱一下，好意抱思。一下，然后就讨论，然后你就跟我讲道理啊，我就听，就然后就没事啊。真的吗？我想说，我昨天跟他说，可能你比我聪明，没有可能呢，就是你真的是比我聪明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不听你了，我就完蛋了。感谢哦，哎，你看我多幸运，哎，谢谢天公，哎，我有什么不同？我今天有什么不同？就说你很帅啊，哎，给你一个帅。tipsy。这里，这里，你的头发长一点点哦，怎么这不是这个？哎，不是这个，猜不出来哎，哎，眼睫毛啊，毛啊，你。喂，毛，我今天用你的尾笔擦，哎，有看见吗？有看见哦，你好好笑哦你，哎，那么无聊。没有啊，可以买一只颜色比较深重的吗？因为这个颜色跟我的本来的不搭哦。当然不大啊，因为我的头发我就是喜欢是咖啡色，所以我的眉笔就是Maybe。咖啡色啊。所以你就是黑色，你从来都不会染头发，你的眼睫毛也眉毛啊也眉毛，是黑色，所以你一来定要擦一黑下。色才可以啊，好了，怎么可能会发现哎，呢？发现了，哎，祝你们平安喜六，喜六喜乐，星期六开开心心，轻轻松松，嘿嘿嘿。我们等一下去做运动，然后吃午餐，哈哈，拜拜喽。